你帮我打听一下，他们公司有个叫林启正的，是个什么人？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只要高一点、帅一点，然后家里有钱一点，目前是老爸最喜欢的。然后呢，以后有可能会继承自己。林启正，林总，是您。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爱，一种是童话里的爱情，美好无比；另一种是生活中的爱情，麻烦。志玲的富二代，对啊，婚否？未婚。恋爱状况？单身。人品？肯定是没来。